重新来了。嗯，这是已经上好的木段，然后呢，按这个主机按钮启动这个飞机机。这个钮呢是用来调速的，可以调这个咱们工作这个快慢啊，旋转的快慢。然后这个是快进，点动的，然后调到你那个比较合适的位置，按这个电池工作这个按钮，它就自动工作了。现在是安装雷达。Thank you.